装备呢，我替你写，你别动，你倒是复活。按错啦！哎，不小心用到的。啊！怎么回事？我是无辜的。那你不是狼，你让我把你清空啊！好的。哇！他突然变身了！啊啊啊啊！不是只有一个、哦，我以为只有一个哎，通常是两个，干什么不投降？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我不能自己躲角落以示我清白吗？我都说我是清白的啦！我好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你那么激动。我只是想躲角落而已啊！为什么这样对我？这边根本就在互相陷害吗？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